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奥特曼。今天我们来玩这一款老头呢，在之前的特价里面买到的一款游戏，还不错。我看他的试玩风格呢，觉得还蛮有趣的啊。那这款游戏呢，叫做……抱歉啊，老头最近喉咙有点痒，稍微有点感冒，如果有听到清痰的声音啊，请见谅一下哈。这款游戏呢，叫做《异形天降》。应该是这样讲吧。如果没有意外的话，可能是这样子啊。那这款游戏最主要的就是主打说，你是一位超级英雄，然后呢，你是以第一人称超级英雄的视角去打这些敌人，就等于说呢，你就可以把你自己当成你是那个超人，然后呢，在这广大的城市里面，运用各种方式击败外来入侵的敌人。我是觉得这题材真的蛮有趣的，但是游戏性如何呢？我们直接开始就知道了，好不好？我自己也不太清楚啊，好不好？来吧，移动巡视四周。哎呦，你看得到我的讯息吗？我的后裔，哇，中文。你可以的话，就代表你的转化已经完成了啊！我被转化了，我没看到我的身体啊。我知道你一头雾水，对此我感到抱歉。我会尽快的让这一切结束的。哇，我是超级英雄哎！欢迎回家 ，I Superman， Superman。哦，我在外太空哎！我靠，广大哎，广大的宇宙。这个方块是怎样？为什么突然跳出来了？抱歉。他们知道我是谁啊？讲那么快，他们不知道你是刽子手，也不知道你这世界存在，这不可能。但是你还需要更多力量才能摧毁他们。去吧，穿过异方体的核心，来到这里的力量。讲得太快了吧？飞向一颗紫色的球球，这里，好，飞进去了，我飞进去了，超新超能力，超音速飞行。哇，我这样就精通飞行技巧了，这么厉害。哇哦，他飞去哪里了？我靠，这么快啊！我要怎么飞？按下 W 进行飞行，有进行飞行了，飞向那个三角形，空白键加速，哇哦，按一次降落，哇哦，我头有点晕啊，这游戏，好了，我到了，又走了，哇，好帅啊，我在天空飞，如果这是虚拟实境，我觉得超酷的，绝对酷。哇，大气层，大气层，冲啊！这应该是新手教学了，我觉得，我觉得这是新手教学，要追上这颗立方体，还要飞上去了，我来啦！我要飞超快的欸，我超级加速冲刺都追不到它。我是超人呐！哦耶！加速！升空椅加速，我们飞到空中了。那空白键是使来升空的加速，所以说没有办法往前加速啊！哇！它突然落地那么快，有点跟不上。我要拦截你！为什么要去追他？追他干嘛？看下面全部都城市，有没有？下面都是城市啊！我就是这里的超人啊，全球的超人啊 ！My Superman！ 哇，那个是月球吧？刚我们看到那颗球应该是月球啊！我知道追到民国几年。嘟嘟嘟嘟嘟。
Go！ 追不到啊，这家伙，太难追了，这家伙。这家伙又突然的消失啊，出现了。你的飞行技术尚可，我的后裔，但很不幸的，我没有时间练习了。再次穿过异方体，再次穿过，穿过了，然后呢？新超能力百万吨轰炸，宛如强大的毁灭力量，按住左键发射。哇哦！演练你的新能力，打你身上可以吗？哇，打了！我没有时间练习了，我的后裔，恐怖的事情即将发生。入侵者成功利用禁忌的能力到我们这个世界的存在，现在他们计划着摧毁这个世界。别让事情演变成如此，我找到入侵者，然后消灭他们。摧毁入侵者后再来见我，祝你好运，我的后裔。啊、哦，好，好。所以说这是开放式世界吗？哦呦，哇，哇，直接方块是干嘛？哎、欸，不见了，走了。然后之后这边一个箭头写 N1， 好，我们走看看好了。哇，又有趣了。哎、欸，你看，而且我可以在路，我可以这样子下来在这里，你看。可是有点可惜的是，你不能到陆地，你唯一最大的距离就是这个距离了，你没有办法落地在陆地上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这超酷的。哎、欸，可以哎、欸，哦，我在陆地上，啊，可是陆地做其实有点用功啊，我觉得。没关系啊，至少它的题材很创新，我觉得还蛮喜欢的。我们先去前面那边 N1 看一下 N1 到底是干嘛。哎、欸，这边是荒芜的大平原哎、欸。一个城市都没有哎、欸，然后呢，这右边有天线宝宝的太阳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看到底有什么。我先往上飞好了。哦，到了哦，在这里，城市，我们到城市了。我们可以落地吗？靠近敌人，敌人在哪里？这是敌人吗？攻击，攻击红色落点，还不能朝建筑物射击啊！哇！一堆人在跑了，我是英雄，我们是英雄，所以不能 lose 掉，会增加伤亡人数。我要朝红点攻击，有点难哦。别跑，跑什么？你想去哪里啊？冲啊！他是不是逃走了？快照！哇，在别的城市，他到别的城市了，到了！哇哇哇哇！要去哪里了？哎、欸，他瞄准红点有点难，而且不能伤到敌人。哎，有一个，好、哦，有了有了，哇，一栋房子毁了，抱歉，我的人民们，不好意思了。哇！你看这边全部都是人啊！我可不可以落地啊？哇！看都是人在跑哎、欸！对不起了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好奇。哇！这个好大只！哇！哇哇哇哇！解决了吗？还是我输了？这什么情形？我失败了吗？还是我赢了？飞船要跑了！我是一个练功的超级英雄，超级练功哎、欸！你的肉体在哪里啊？有，抓到了。别跑啊！又赢了，又赢了！我觉得我们应该直接打本体就好啦，对不对？我要本体靠啊，不要让它再生出来了。射本体，射本体，射你的菊花，感觉没什么用哎、欸。
我要全部往下炸，我要伤亡人数越加越多啊，怎么办？这什么情形？哇哦哇哦，完了，这个超人好忙啊。欸，一个人真的回天乏术，欸，尤其是外星人入侵。欸，这直升机啊，哇，我们的 人民快被我杀光了，我还是当坏人好了，好不好？你们说，我们当坏人啊，还比较轻松一点啊，他就把他撞倒啊。哇，我们人民好像死光了，我输了是不是？我是不是要输了？不会吧？继续继续，哇哦！弱点在哪里啊？没看到弱点啊？哇，打开了！哦，原来是这样打哦，打他那个红红的区块，他要去别地方了。哦，那个风扇啊，那个页面有没有这里？哦耶，我们还剩两扇，等你打开。原来如此啊，完了，我们快输了啦，哈哈！再来，小淘气，哎，没打到，小淘气，再一个。哎，没了，就这样啊，飞船走了，哎，完蛋了，我们要输了，我们这关可能过不了了，我是这么认为啊。哇，哇，怎么阻止他？输了，哇，输掉了。过多伤亡，你必须从结上一个检查点重新开始，就这里嘛。哦，还好他是从这边开始啊，不然从头开始要玩很久啊。啊，知道怎么打、啊？哦，这个，我知道。他在蓄力的时候要打那个能量板啊。你这外星人还蛮笨的吧？再来，哪里的能量板？他要干嘛？他干嘛？这家伙想要干什么东西？有了，哪边能量板？这里。完了，打不到啊！有了，哦，好险好险！我们要先预判他的位置才行哎，不预判打不到哎。噔噔噔噔噔噔。我要在这边比较方便一点。这一关外星人其实不难，我觉得还蛮简单的。好，哇，太慢。有，哇，有了。也解决了。Nan。啦啦耶。他的核心出来了吧？这才是真正的头目，对吧？就让我来当你的对手吧，是这样吗？我们走吧。哎，我还不能动。喂，我的手伸出来了，到底可不可以动？冲啊！获得能力，吸。哦，过关了，一球体，人类总伤亡数349，排名七 ，I'm sorry， 哇，就这样结束了。所以说，哎，结束了之后，我的后裔跟我来，好哦，我们跟着他好了。
欸，有两个点欸 ，A 跟 B 欸，我到底要跟哪里啊？我们去 A 好了，好不好？他说叫我跟他来啊，可是我不知道哪个点啊。上面也没说，那只有两边的点，从上面飞好了，这样比较快啊。好，到了。我等一下应该要获得新能力吧？我觉得我的后裔。好，我们到了。哇，穿越大气层，到了。这一切都是我的错。如此多的死亡和毁灭，我从来没想过入侵者会窃取异球体，并学会利用球体的力量前往你的世界。但是你会把他们一一找回来。我找回一个，我就赋予你更强的力量。按你说你后悔，你不如全部都给我算了，对不对？这样子我就打得比较更轻松啊。然后给我这个能力，所以说 A 跟 B 是各选一种能力，是不是 ？A 跟 B 是各选一种哦，还是说十亿吨轰炸，没有任何敌人能抵挡你摧毁的力量，按住左竖键数秒。没有比较强啊，左键。具有意识生物，这是我最大的悔恨。我不跟你多说了，因为我不想重蹈覆辙。请抽回异形球体，滚！我到底有没有真的？哎呦哎，右键啊，是右键哎，我看到了。可是他 CD， 他居然要 CD， 好不？那 A 跟 B 有什么差别啊？其实蛮好奇的、欸好吧，我觉得我今天先玩到这里哈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游戏还不错。那我必须也先看看大家的反应如何啊？对啊，如果各位喜欢这个系列的话呢，哦，一样记得按个赞，把它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看见。啊，如果成效可观的话，老头应该会继续拍第二集吧。啊，成效不可观的话，可能老头就找别的游戏。好，就这么简单。好吧，如果喜欢影片的左下角的订阅，右下角的玄幻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有机会再来这个异形天降，再见了。是异形天降吗？啊，不管了，拜拜。